这一袋是衣服。Tuckstep 的随身防盗盒。在车上做事。身上重了大概26-27公斤左右，现在我要去火车站，走吧，有点赶时间。8:40的车子，那我现在要填火车票，这是火车通行证，我出发前就已经买好了。那买这个的好处是，我待会再讲，我先写好它。买这个的好处是，买的是东欧四国任选6天，只要是中欧几个国家的国家铁路公司我都能坐，不限班次。不限路线，只要是在东欧四国内，大他们国各国国铁都可以使用。这个使用方式很简单，因为我是任选6天，它有效期是1个月，我是任选6天，上面就有6个格子，我只要在出发前第一天先去找总站盖一个这个生效章，第一次使用上面写当天使用的日期，每一天要用每一天都要写日期，今天是使用第二天，今天是7月18号。所以在上面写7月18号，然后这一张火车票今天在搭任何一个路线都畅行无阻，也不用写地点，也不用写起点，就拿给票务员看就可以了。那买这个票有比较便宜吗？我有算过，有比较便宜。我从捷克布达佩斯、布拉提斯拉瓦、维也纳、阿尔斯塔特。圣沃夫冈、萨尔斯堡，这样整个绕一圈，我算过大概一张张单买大概要280几欧，我这样买的话只要210几欧就能够买到，而且不限段次、不限次数，这样买是非常划算的。之前我就用过了，所以我就会买这张票来用。但是呢，这一次我比较不一样是。我买头等舱比较贵，290几欧。买头等舱的好处是，头等舱的位置一定是比较好，不会挤。那如果人多的时候，不用去抢位置，通常位置都比较好，这是头等舱的好处。那我的东西蛮多的，然后又很多哩哩啦啦的东西，我又不想去二等舱跟人家去抢位置，特别是我有这么多东西，那我就想说再加个2000多台币，升级到头等舱。我觉得还蛮划算的。车长来的时候，我就要给他这张给他看就好。老板，好。
糟糕，他们英文不大好，所以说刚才讲一号线或什么，他有点搞不太清楚，他就叫我去坐巴士，可是明明有轻轨可以坐。刚下火车找了置物柜找半天，结果都满，还好还有剩一个。我在想我要坐公电联车还是走路，我觉得走路比较有趣一点点，但搭车比较快。OK， 93号，我们要搭这一班。不是这个 Google Map 有问题，就是在这边图纸没有做得很好。他刚才竟然要我导航到对面再走过来30几分钟。好，我们要去优芙塔了，先去看最漂亮的事情。观景台大概是95公尺，应该是斯洛伐克最高的建筑物，只是它这个顶楼的观景台是完全没有遮蔽物，不过它下面应该是餐厅，所以待会我们去下面看一下，整个360度欣赏整个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提斯拉瓦所有的建筑啦、地标啦、景点啦。它下面有一些地标告诉你说你这一面会看到什么东西。火车在那个地方，刚坐巴士要过来，最漂亮就是这一面，后面那一面就没有东西可以看，所以说所有观光客都往这边拍。看久了脚也是会蛮软的，有点晒。我们再拍一下就下去。
那大概餐厅吃一顿饭不知道多少钱，基本上这是个餐厅，然后上面的观景台是顺便。上楼下楼都有电梯。那个优步台看完，老实说，我有点失望。我还以为会有个室内的一个，像柏林电视塔一样，可以360度的窗子，至少但不会在外面那么晒。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十平方米的一个观景台，都看不到360度视景来，只是我觉得有点小又热，让人不会想要待在上面。然后目前我看到这个，我现在这样子的装备是。我设计过的，如果你有些行李想要放在火车站的话，你贵重的东西就要带在身上。我的后背包里面有我的两颗镜头、笔电、硬碟，最重要的东西都在后背包里面了。我前面背了一台相机，前背包放了我的手机、钱包、护照，贵重的东西都在这里，一定要放前面。不能放后面，即便我后面是防盗背包，我还是习惯重要的东西放在胸口前。那现在是下午一点，我待会查一下到维也纳车站要搭车多久，如果没记错，可能要2个小时。预计7点，看能不能7点前到饭店。4点左右就要离开这里。这个老城区很小，可是我刚刚在上面看了一下，还是要走一点时间。那我们现在去坐公车，回到另外一头老城区那一边。完全看不懂。我必须说，他这边的 Google 导航真的很不准，妈的超不准的。但我走错几次路，至少2次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明明公车站就在前面，他还叫我到那一边，超瞎的。麦当劳，应该去看一下，它里面价格多少？刚刚看完他们麦当劳价格。然后麦当劳价格差不多是5.5到6.5欧之间，约莫在那边了。其他的麦当劳价格这样算下来，跟台北就差不多了。这边的酷狗真的很不准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好吧，我们就搭车吧，回老城区。自从在意大利威尼斯以及佛罗伦斯鬼打墙以后，这是我第二次在这地方鬼打墙。Google 一定没这边付钱，导航超不准的，只要是肉眼去判断你要往哪边走。好，我现在想要怎么走过去？而它的路吼有点不太像我们一般会看到的路，这里有点像交流道，可交流道又有人行道可以走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找到公车停了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那就是面看人数跟段数嘛，那你要买一个头衔下去就好
这里就是他们老城区了，非常的热闹，跟刚刚我们去的那个优福塔比起来，这个地方才是观光客会来的。价位上我是没有看，不过我觉得价位上应该跟波兰啊、匈牙利差不多。这里就是最热闹的世纪广场，待会在我们看到买个可乐就知道这边的物价是多少。刚刚我觉得每个地方的可乐可以当作是一个地方的消费指标。这个是罗兰喷泉，这个城市布拉提斯拉瓦是斯洛伐克的首都，它紧邻匈牙利跟奥地利之间，比较少提到这个地方。像我刚才走在路上，我看不太到亚洲观光客，也看到一团，好像是日本团，亚洲的自由行的旅客就比较少，目前我没有看到。它这边是 Main Square 主广场，那地方好像有个市集，我们过去市集那边。那至于说它那边有个城堡，我想可能时间上就不过去了，那我们过去那边看一下。应该是观光客最多的，可是我觉得即便是这样，在老城区观光客都不算太多。该怎么说呢，跟波兰有点像。
像快三点了，希望七点前能够进到饭店里面，不对，旅馆里面。波浪提斯纳瓦，我觉得它的跟中欧几个国家都还蛮像的，只是差在它没那么热闹。可是你们又找不太到有关于什么有趣的故事啦，或者是遗迹啦、文化遗产啦，就显得这地方观光价值稍弱一点。你会觉得很像是在布拉格，可是它没有布拉格那么漂亮，它缺乏像布拉格的城堡啦、巴黎大桥啦，还是漂亮的风景啦。也就是说，它这边的文化资源不像是大家大城市那么热闹。进来后，你除了 City Tour 的观光车以外，你好像找不太到什么有趣的卖点、亮点。这个我是对布拉提斯拉瓦的感觉。插个水晶球，继续买一下。好，买了一个水晶球，同一颗，但比较小的一间店。我以为比较小的会比较便宜，比较小的要17欧。刚刚买那间比较大件，东西又多，5.5欧。那我还以为是我比较小件比较便宜，结果也不会。现在准备要去火车站，要搭一段公车，搭7分钟左右。哇，那边有个城堡，不晓得城堡要不要收钱，就算不收钱我也懒得过去，要走十几分钟，而且又是上坡，想想就算了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买票方式很简单，一个人0.7欧，这就是按50就投钱，很简单。好，出来了，就这个。这置物柜的钥匙很简单，我已经投钱进去了，所以这个柜子是我的。那接着我就要把这钥匙插进去，转开来就好了。费用的部分，我这一个是4欧，因为这个比较大，所以我的是4欧。好，来打开吧，那就可以拉开来。好，这个是2号，second class， 每个车子都会有一舱跟二舱 ，first class 或 second class。那它怎么去分辨呢？很简单，怎么
分辨呢？车子上面写二就是二号舱，一就是你头等舱，是这样搞。只是哪边是一号，哪边是二号，你可能要视情况看一下。加油！好吧，找地方休息一下。刚刚下了维也纳车站，要走一个电联18号，结果走错边，到另外一边去。不过还要马上发现，赶快下车，再到对面，其实很方便就到了。这是维也纳西边，火车站西站，这地方我就没来过。直走，地方右转。维也纳住宿太贵，要住便宜的就要到远一点地方。但这地方已经够，这地方已经有点远了。中央车站下来，转一个轻轨，下来后再走400公尺。第一天背会觉得有点不习惯，大概到像今天第二天、第三天，好像背已经蛮习惯了。其实是重前面，如果前面少了这一包的话，后面18公斤背起来比前面的9公斤。还来得好背，专业的登山包就不一样。好，待会右转，我们就到了。
现在要来煮晚餐。我晚餐煮什么呢？晚餐煮什么呢？啊！OK， 应该是煮了三四天，吃了三四天的面包，终于找到了中国餐厅泡面，不知道这是什么口味。这个康师傅香辣牛肉面，康师傅红烧牛肉面，跟不知名的面。我买这个只是为了要它的碗，我们就等水开了。OK， 这个水正在加热，那应该就这个。还有这个嘛？这是啥？什么？它有这种快煮壶啊？想要省钱，就给它这么买，没办法的事情。像我这一包泡面，0.9欧。这个0.8欧，三包买下来2.7欧，大概是80块左右。三包买下来80块，那我可以吃多久呢？基本上我今天晚上就会吃掉它，因为出来外面跑，有时候外面的面包啊，或者什么披萨，那种什么热狗之类的，你吃过你就不会想再吃，除非你真的很，除非你真的很饿。我出来外面工作，基本上你的。想法是能不吃就不吃，节省时间，能不吃就不吃。那这样子其实不大健康，因为我今天很饿，早上我只吃了我自己昨天买的面包，就没了。那我以为我可以撑到晚上，那其实我下午就饿，是我有点懒了。你要我说停下来，好，我去旁边。找什么路边摊着吃哦，我都觉得好麻烦，也没有之类的。可是我今天在布拉提斯拉瓦，那好像比较没那种路边摊，大部分都是餐厅，那餐厅就要坐下来点。那我就觉得哦，吃一顿饭可能我自己一个人，如果自己一个人吃的话，吃一顿饭差不多都要吃个，从点好到吃完差不多要1个小时。而且我要把握时间拍照，重点是我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跑，其实很多东西都不是很方便。背了那么多东西，我还要搭火车、赶火车，在不是很熟的路的状况下，我还去做这些事情，我觉得算了，早点回来。维也纳的夜景，其实维也纳没有什么夜景，讲实在话，维也纳没什么夜景，正是因为维也纳没什么夜景，所以我晚上不打算出去，一来也累了，二来是那种有点受伤。我想说，昨天晚上已经拍到半夜，很多夜景的素材的材料我都已经有了，那今天就算了。趁这个时候来把一些快煮锅洗一洗，就可以拿来用。稍微介绍一下，为什么我要买瓶装水？国外的水其实都可以生喝，煮沸器也可以喝，可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喝瓶装水。出门在外，我比较担心水土不服。我喝水一定喝瓶装水，虽然他们这些水龙头水，他们自己是可以直接喝，可是我还是会习惯喝瓶装水。同时间煮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就要快煮，比较快。这不是装用来烧水吗？然后这个盖起来。其实吃国外的泡面有时候一个好玩的点是，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这碗面是什么，吃起来就是有点像是在踩地，你可能会觉得意外的好吃或者是意外的难吃之类的。我吃过大部分都还不错，味道有点变调吗？还是抽干剪掉？但其实早些年康师傅的泡面我都觉得不错，虽然是泡面不健康，可是。我不确定接下来几天在别的地方能不能吃得到，所以我打算今天吃个够。好，
好，我们就先这样吧。当然吃完第一碗，你可以吃得出来说它是一碗泡面，猪肉啊、牛肉啊、鸡肉啊，什么，老实说我吃不太出来。这就是在外面吃泡面的一个乐趣嘛，吃着一碗不知道的什么东西，然后去猜它是什么味道，问它好吃或不好吃，吃完后才能给它一个评价。我觉得我应该吃了三包，应该只是汤汤水水的，汤汤水水的东西，实际上把汤扣掉的话，也没多少东西。现在再去吃第二包，第二包我是吃红烧牛肉面，待会再来看它的评价如何。汤的部分太咸了。哇靠，这个蜂蜜真的是差太大了吧，汤的地方太咸，咸到我喝不下去。好，第三碗其实就是面而已，现在不吃不知道就是隔天还吃不吃得到。好，干了干了。